扁桃体肥大、单纯性肥大。这种肥大呢，常见于这个曾经，患者或者患儿，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反复扁桃体炎造成了一个扁桃体的一个肥大，比方说2度或3度。这种情况呢，它可能不发炎，但是它影响呼吸，可以出现这种睡眠打鼾的症状，或者是这个吞咽的时候有明显的阻隔感或异物感。这种治疗呢，也可以选择这种扁桃体灼治，通过灼治以后，它每一次都能明显的减轻和缩小，通过。